彩虹眷村点灯的第二排，点了灯更漂亮，果然还是要傍晚来。溜滑梯，彩虹溜滑梯，地上也是彩绘。再走进去看一下。哦，扭蛋。我就是彩虹眷村画画的爷爷，高龄90多岁。大吉没有，大力。故事馆开到吐，运当头。重力能量很大。彩虹爷爷，日本也有报道。